他不要一直乱讲话的话，他是蛮可爱的，因为我真的就是很喜欢搞笑的，超热情的。那觉得他的体格的各方面来说，他可以几分？他胖子，赤色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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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像持久度也不够这样子吗？啊，是。他说，哈哈哈哈哈。他感觉他好像婚姻有点需要时间比较短了，对。所以如果这个当男友的对象是ダメですか？でもちょっと私はソロは可愛くて好きですけどね個人的に。他说呢，但是呢，他觉得出来时间短，但是这样反而有个反差，蛮可爱的啦，好像也 OK 啦，可以接受。因为他个人比较喜欢男生穿什么样子？私はやっぱりこのガバガバの、はい、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、トランクス、はい、とかよりはなんかピチってしてるあのブリーっていうのかな、なんか ビキニはちょっとちっちゃすぎるんだけど、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、そのこういう素材、こういう素材のぴったりしてるやつ。宽宽大大的这样子的一个视角裤的话，我比较不爱。我希望男生穿的是比较服帖、比较贴身这样子的一个款式的内裤。所以很在意，就是比如说那边要很贴身。そうですね。やっぱりブカブカだとこう中身もブラブラしちゃうので。对，就是穿着宽宽松松的话，不是很舒服。